HZ2151 消磁剂。首先我们接一下线线，主机这边呢对应这个颜色接入，然后来到变压器这边，测试呢一般分为三种接线方式，对于有中性点的变压器，比如这个中性，这个是没有中性点的变压器啊，这种没有中性点的是由 A 向注入 ，B 向输出。我们这个测试线一定要接在变压器的高压侧，如果是外延型的，就是这个高压是外延型的变压器，这个黑色夹子应该夹在高压侧的 N 线上。如果是 D 型的，跟外形的连接方是一样的，由 N 夹子接 A。然后我们回到主机这边，开机后呢，进入我们这个主界面，这是测试报告，系统设置，系统设置里边呢，可以这个进行中英文切换，然后需要重新开机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切换这个语言，然后我们切回来，然后是我们这个手动和自动测试这个选择，这里我们选择自动测试，然后这里是测试电流，这里根据需要选择，然后我们设置完成之后呢，